7号12点12分，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，武神星一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，将搭载的天津大学一号、丽泽一号、宝运号、金紫荆五号、金紫荆1号03星等五颗小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，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。这次任务是武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。